打冠军 KJ 大杯准备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智取神驹啊，响外边佢都系快噶啦。内栏位置有将王啊，橙帽橙就中档咧就直线力山啊，仲系呢只智取神驹噶。第二位就杰奥之恋啊，第三位就当年情啦，大家位置变动上面都冇喐过噶。咁啊直线力山跟住个第四位将王就埋变第五啊，后边三只大至尊啦，咁啊尾二位置多巴先生啊，暂时殿后系嗰匹标志五支嚟噶。好啦，过咗呢个千四米嘅段处啦。前面放嘅馬咧都仲係呢只智取神驅啊，傑奧之戀咧就好輕鬆一路咬住佢，落後兩個身位啊，響第三位咧就當年情啦，出邊啊直線力山啊，內欄第五將王啊，後邊三匹馬仍然係大至尊啦，尾二位置多巴先生啊，暫時墊後仍然係標誌五支嚟噶。好啦，咁啊過埋呢個一千米嘅段處咯，前面放都仲係智取神驅啦，跟住響第二位傑奧之戀啦，埋邊第三係當年情啊，外邊橙帽咧就直線力山啊，後邊嗰四只追贴咗啲咯，咁啊移咗出去，有将王入边上咗少少灰马，系多巴先生啊，后边两匹马入边啊标志五支啦，响佢出边暂时殿后咧系大至尊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，差唔多入直路啦，智取神驹占先少少啊，杰奥之恋开始喐下佢上紧嚟噶啦，后边嘅马有当年情啦，咁啊拱埋嗰只直线力山出去，偷入边嘅马又有多巴先生标志五支中档将王大爱当系大至尊啊。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前面杰奥之恋透出咗。埋边系智取神驹啊！再见到中间有当年情啊，出边追啲仲有大至尊，悬栏上跟嚟仲有标志五支啊！最后百零米，杰奥之恋已经将后边个马群越抛越甩，赢紧呢场渣打冠军暨遮打杯，悬栏冲上嚟跑第二，系标志五支啊！第三名当年情，第四名系智取神驹啊！结果今场赛事呢只杰奥之恋一路跟守住智取神驹，二搭望空嘅第二位。咁啊入彎嘅時候就慢慢將只馬咧都大隻噶嘛，等佢攤著咗，咁啊直路上面將後邊嘅對手已經係遠遠掟甩，贏出呢場渣打冠軍暨遮打杯啊！第二名元蘭追上嚟，標誌五支，第三名當年情，第四名係智取神驅。級數啊，真係佢最高啦，冇辦法啦，傑奧之戀擺前面走，末段一。